今年除了在十大消費新聞的選舉20周年，亦是消委會成立50周年。雖然4月才是我們消委會正式的生日，但是今天我亦希望藉著今次的機會，簡單而隆重向大家展現我們特別為消委會50周年所設計的標誌，大家一起看看。消費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一部分，不同產品服務在市場上包羅萬有，所以標誌由盾牌和不同的範疇、不同的色彩的消費元素組成，代表消委會在多姿多彩的消費市場中捍衛消費者權益的使命。而我們亦以精明消費、賢量經濟為50周年慶典的主題，代表消費者起消費信心和積極的行為，為推動經濟的龐大動力